我爱语言。我从小住在不同言语的人中间。长大以后，学过一些别国的语言。我是这样学希伯来语：好就是豆腐，不好就是老豆腐。朋友说，会这么多语言，你好厉害呀。其实不是我厉害，是环境使然。有人觉得学语言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有些还分男性、女性、中性。有的人到学校去学，有的人上网学。其实学语言并非要先背35000个单词。和朋友谈谈话，多交朋友。学语言的秘诀，多听、多说、多写、多看。尊重不同语言，促进彼此了解。愿不同语言的人都能认识主，敬拜主。